04/03强震之后，余震还多达了上千次。那么尤其23号凌晨连续发生了2次大地震，最大规模还达到了6.2。而临近震央的寿丰乡水莲村、水莲国小，包括球场、教学大楼、梁柱都出现了裂缝。根据县政府的统计，类似这样灾损严重的学校至少有7所，而目前都已经会诊通报，希望能够尽快复原。23号晚上2分钟内密集且规模最大，还达到6.2的余震侵袭，紧邻震央的寿丰乡水莲国小，这百年老校首当其冲。跟着校长从厨房廊道一路看到教学大楼内，都可以看见墙砖剥落。教学大楼梁柱出现裂缝，校方是即刻拉起了封锁线，避免学童进入受灾。我从外观检视一下哈，还是学校这个建筑物上面，尤其是我们这栋教学大楼司令台的两侧，它是有瓷砖掉裂以及损坏的部分，以及教学大楼跟厨房这个连通的廊道是损坏区域较大的。那墙面上的一些图腾上面也有部分的砖块是脱落的，那这些会影响到孩子生命财安全的部分，我们都已经先围起来。根据县政府统计，这一次类似这样灾损严重的学校至少有7所，而目前都已经会诊公报，希望能尽快复原。那我们在地震发生以后，我们立时的向学校这边请学校统计我们灾后复建的情形，然后学校那边有做一个初步的复原的部分。那我们现在后续还会再让学校，我们会到学校去现勘各个学校的灾损的情形，然后做一个申报这样。04/03强震，花莲县教育处出估，包括体育高中在内，总共有88所校园受损，灾损包含了设备类2500万元，设施类1.2亿多万元，而其中100万元以下考量急迫性以及安全性的需求，预计将会利用灾准金即刻补助学校。另外，超过100万元以上的灾损设施将协助提报工程会。大花莲新闻综合报道。